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祥林。今天又来跟卡卡峰来玩这个，不动就得死啦！我准备完成不了。动就得死。是的。我们喂，是不是与来一熊个？猫啊？哇塞，好可爱哦！对啊。那这个游戏它是有工作坊的，工作坊可以去下载一个你自己想要的皮肤啦，就是还蛮多的。其实我有下载一个海绵宝宝，但是卡卡峰这边还没有下载，所以我就没办法用那个海绵宝宝。这样子，那个 AI 在玩开始了，我们就开始吧，直接开始吧。开始了，对啊。免得那个走。对，免得那个熊猫走了。这个熊猫是不是应该超强的吧？不知道哎。哎，目前我们还没有解锁太多哎，这样子的话，平常玩的少，空中枪王好，但是空中枪玩一下，他好像有，他有不哦，少哎，他有不少哎，对，有2个新的，我看，有夺魂这个东西哎，夺魂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玩呢。他那个时候我是可问我。以，就是相撞，然后你就控制他去死，是这样就可以了。我来控制一下啊，十八叉吧，我们来十八叉。来刺激的，所以我是在，我是黄色的。那我们这边目前好像是一个 AI 在这里吧？AI 一是个 AI，AI 是什么颜色的我在，？AI 是属于他自己的颜色。这是船炸弹，炸弹哦，在哪这里啊？是，炸弹不在我的，炸弹在谁身上？哦，在我身上了。根本看不仔细啊！你天哪，奸不要计闹我，了，那个，哦我的哦，天哪，选了我个什十么情八况？叉，你也死！我的天现在 AI 躲得很好！AI 加油！AI 不行了！AI 不行了！哇塞，给，S 熊猫人获胜了！熊猫人，我只好哭一下，惨 了，这个图图乐，这个图图乐的话。根据我要之前智的商，经验，是先在上面涂一涂就好了，先把上面的涂一涂，然后基本谁在我上后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黄色有的人吗？听说有人吗？黄色的 有人吗？色情皇是不是？哦哦，啊，哎，是我吗？你耶、赢了，你赢 yeah!！我射的到处都是，了，哈哈哈哈哈。满墙都是，经经验典满反应弹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，Round 可以的。three 经典反应，哎呦，哎呦，危险！喂，哦，这个绿色的刚刚厉害啦！绿色哇，AI，哦，绿色是 AI 啊，超强的，超强 AI。哦，AI 要死，AI AI 要要死。死了，AI 不会不会，它就一直在那边动来动去而已。你看你们，你看我不掉血，哦，它会一直跳，可能会掉血。最后一直耗到时间到，他搞不好就掉血了，所以他好像可是能时间有点长，不行，AI 和我，AI 不知道在干嘛啊！我现在人在哪里？好了，哦，他他会好跳，就是像他一另直在外掉玩。血，他掉血会比较快吧？对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因为他加二，AI 会一直在那边跳来跳去的。空中枪哦，这个就空是那中个枪王，瞎鸡巴射也能赢那个。瞎鸡巴，摁下可以射是吧？哇，不要过来！我刚不是射到了一个哦，那是绿色的，找死啊！死了，绿色死了，绿色好像去哎哦，呦谁射耶，我？我，所以现在是哦，剩我跟那个熊猫人在啊。熊猫人，熊猫人。熊猫人应熊该猫人有办法没赢绿我色，吗？没动，你不要跳了，差一点就点，原差一点点，地赢了，了，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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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瞎鸡巴射还能赢，小鸡巴射完了，神射手，神射手就是我了，哦，这个好玩了，这个，好玩的，好玩的，好玩了，好玩的，好玩的，哎，那两个人没我刚死，想下去了。天呐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我跟熊猫人现在在这里，天，哎呦。哎呦！不要激我！不要激我！不要激我！哇！不要激我！不要你激们我！三个，一，谁都还活着，是不是厉害啊？这个绿色在激我，就是电脑，该死的电脑人！哎，绿赢色死了，了，绿色没动，对，他没动，他死了，一定要玩过其他垃圾游戏，垃圾，哦，重型子弹，这是只能开一枪，然后要再把捡子子弹弹。捡起来。哦，有人来，有人来，其他玩家来了，我捡，射，我干掉一个。哦。干掉我哦，是你是不是？这是谁？干掉他！现在剩蓝色还活着是吧？死吧！哎呀，蓝色对，我先跳跃一下。
我让他找不到我的存在，嘿嘿嘿，来呀！哎呦，你俩差不多一个样子，你说都是十八叉，你说？哎，我没捡到子弹吗？我先跳一下，去吧！耶！死了！耶、yeah! ！手速惊人啊！嗯，左手还是右手？嗯，左手还是右手的手速惊人？嗯，不是很懂，不是很懂，千万不要问我，千万不要问我。神之枪，可以啊，神之枪一直在变换。哎，是我来发射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哪个是我？我还没找到五人呢，我去，有点感动这样子。拜拜，换我上来了。哦哦。我在好远的地方啊，在这边死定了、啊、这边、拜拜拜拜，是深蓝色的，拜拜，要不你死耶耶、yeah! yeah! 嗯，碾碎了锁，我玩这个好像还是蛮厉害的嘛，厉害厉害，哎呦喂、欸、绿色怎么刚刚站在原地然后就死了，我一直忘了忘了我是那个，哎呦喂，基佬粉，你是基佬粉，因为上一次是我吗？我一直忘了，耶、啊！ Yeah! 我害你，然后害到我自己啊！那边居然有个静电，躲避火箭啊！这个有的时候超运气的，这个因为你也不知道说、那边的传送点到底会怎么传人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耶、yeah, ，不是我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紫色的，紫色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。哎、欸，别来！别来！换他了，换他！我触发一下，炸死他！没有，嘣！故意触发一下，哎、欸，他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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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好了，换我了！来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了！你好，我来了！来，再传，我又来了！哎呦，走你！不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哎、欸、嘿！没跳上去，优雅的躲过每一个火箭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哦，又是来这个，又要瞎鸡巴射了。因为这个、欸、真的、这个就是跳起来会转圈圈，然后子弹就是会乱飞的啦。我怎么觉得在中间好危险呢？对啊。哎呦喂！我才不管，我上去了，我被解决了。哎哎哎！我赢了，你根本没射吧？你根本没射吧？怎么赢？瞎鸡巴射，瞎鸡巴，瞎鸡巴赢，瞎鸡巴赢！我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哎，我在你后面。哎呀，哎，我们为什么要自己那个？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？你看绿色的现在占了多少东西了？没事，最后还是他输了。对，相信我们自己。可以，我要跳下去。哎呀、yeah! 哎呀，刚刚下面这个白色卡着我，下面这个蓝色上面没人，智障啊！干嘛这样？绿色的，惨了惨了，绿色的来找我们麻烦了。哎呦喂、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哎、欸，换你了是吗？换、你了是吗、我们人都在这儿了。啊，中间来一枪，换我了，轰死一个 ，yes。死了、啊！轰死怎么没有分数啊？我去，换我了，换我了，赢了有分。哎呀哎呀，危险危险危险，我危险了，跳走，好险，他完蛋了。哎，他拜拜，耶、yeah! ，拜拜，三十九，碾碎了所有人。我来我来，哎、果然是我，嘿嘿，有什么吗？什么？十八不喷射飞行器哦，喷射吧喷射。这样就可以喷上天了，这样就能上天了。然后就一定会有人忘了再下来走路，这样子。先撞一下水底那个，yeah! 那个应该还行。哇，那个蓝色的，那个蓝色的有点那个。哦，先多制造一些那个闪。哦呦，哦呦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啊！我飞，我飞，再撞啊，再撞啊，来啊！你们那边好危险，我先撤离一下。我先躲在下面这边。哎、欸，我赢了！我在。哦，这个他们脸哦，夺魂。
夺魂是每个人身上一个灵魂是吗？会有一个人先死掉，然后要把灵魂收集起来。我收集到，好啊，接下来换谁死？他死，我就把他灵魂抢了，耶，获胜！我只差一分，我真混蛋，什么玩意儿？就每一个人身体周围有一个灵魂在那边绕来绕去的，然后他会随机选一个人让他死亡，死亡之后你要去抢灵魂，这样子可以捡回自己的灵魂，那就没事了，可以捡回自己灵魂的。呼，两颗子弹都在我这，哎、欸，我刚刚居然被传送了，欸、来呀、啊！哎呦喂，先飞了，先飞了，你想要发射吗？来来。啊为什么没有分数啊？手速惊人！天哪、啊，燥热又来了！哎呦哎呦，哎哎哎呀！我要让这子弹飞得快一点。哎、嗯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对，那个绿色的在飞嘛，在飞嘛。蓝色的死吧！哎，差一点点。你把上面的拉下。耶、yeah! ！再一次获胜，耶、yeah! ！赢了！你的牙齿好白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！嗯，哦，我完成一个任务了，玩一场联机游戏，会解锁个东西吗？嗯，不屑。哦，那个蓝色变成 AI 了耶，他玩到一半不玩了，刚刚那个。怪不得蓝色的后面变得那么烂的感觉，准备完成不是、啊、他好像是哦，他是玩完之后就退了，对，应该是刚退。我换一个牙仙，我是牙仙，牙仙嘞、嗯，五个模式，嗯，我喜欢躲避。人少的话就因为他们自动就会有人来了啦，那他们来就不能选。没得选，传炸弹哦，对啊，也没差，其实蛮想要玩这个投篮的啦，说真的，没解锁可以买，不用买，嘻嘻嘻，切换皮肤好了，我基佬粉好了，记住你是基佬粉、嗯，然后我是色情皇这样子，记住你是色情就好了，我是色情，炸了要炸啦，炸死一个，赞。喂喂，危险危险危险！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！我耶！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反正我获胜了。嗯，好像把两个炸死了，三个，然后两个炸死了。原来，帽子，我来了啊！我来帽子，我的帽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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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来那么？哎呀，哎，我的了。拜拜！哎呀，哎，弹，我的，哎，还是我的。哎，你们上不来了吼！嘿，你们上不来。我去，差点抢帽子这个，嗯，还是我比较厉害，对不对？静电反弹，又有人来了，太好了！又有人来，撞，再撞。我走了。嗯，哎、欸，死了一个，有吗？狂撞，狂撞！我就撞了一个，来来撞 ，Come on， 来！哎、欸，助理，我在这边好危险！哎、欸，我跳过来了。哦，上面有一个静电啊！哇！哎呦喂！居然是他获胜，我先被炸死啊！他怎么炸的那么慢的、啊？他比较远哦，空中枪、哦，又是这个乱射了。来，下几把射。喂，我怎么死了？谁射死我的？怎么这么厉害？天哪，这个瞎鸡巴射的！你们两个好像刚刚自相残杀。对，你们两个刚刚自相残杀，然后就让他赢了。豆腐渣地板，来吧！我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欸、我的左右乱晃，左右乱晃，左右乱晃，左右乱晃。哎、欸欸，我在这边好安全。我好安全，不准过来，不准过来，下去！他赢了！啊，他突然之间给我过来了！糟了糟了糟了！这一次的话没有那么的领先了。
哎，我来了，我的，哦，哎呀，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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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他是想要轰哪里啊？他为什么要轰那边？他要先把地都先轰掉，他想先把地都轰掉，这样子。是我了吧？拜拜。哎，你轰死一个绿色的，太好了，换我来了，两个一起。他急我，傻子，傻。我的天。水哦，这危险了，这危险了，肯定死俩，先死俩，无从下脚。哇，这个天哪，这个要怎么？哇，这个有点难，这个、有点难。我在哪，我这边安全，我在哪？耶、yeah, ，死一个。哎，嘿嘿嘿嘿，耶！瞎鸡巴赢，脚上抹了油，有没有？太厉害了，静电反弹。哦，天哪，这个难了、啊。其实应该还好，应该还好。你知道，你看到他俩肯定要死啊，有一个先死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蓝色的拖就死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、哦。我来撞这个好了，来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糟了糟了糟了，我没有粘在地板，粘地板粘地板。哎，你那个不是地板？我的天啊！咦，他刚刚想要来害我，就害死他自己，真是傻子。他刚刚一直在，哦天啊，戴帽子。在水里面抢帽子，这个一定是会让大家都一起忘了那个踩地板的。哎、欸，我的帽子，踩地板，帽子，帽子，蓝色的会死，一定死的。我得走路，我踩到帽子，我得到帽子，哎呀，我要走路，走路啊！耶、yeah. ！啊，刚刚居然有个弹簧在下面，都要给弹开了。哦，在水里面，在水里面瞎几把射这样子是吗？瞎几把，这还好，这很慢，这很慢，对啊。死了一个，哎，我又杀了一个，太好了。来，好来，咱们对枪，对枪，走走起，混，会啊，哇，没起来，我超准，哎呦呀，我的天地。我刚看见一个真相 ，AI 说 AI 和玩家玩很无聊、哎、啊，是吧？对，我刚不小心就自杀了， yeah. 可恶啊！一个不小心，太危险了。手滑，神之枪，哇天啊，在水里面神之枪，那大家可以在天空飘嘛、啊，对不对？我、哦、我、哦，不过速度会很慢，就是在天空飘的话，快走，快走，哇、哦，差点儿。来、啊，死一个敢跳过来，他要先把旁边先轰掉吗？拜拜。我觉得他不会，他肯定是选人。我换你了。哎呦喂，你怎么直接轰了、哎？你直接就轰了怎样？成功。我摁住那个下了。危险，走走了。耶、哎， yeah, 神之预判。可恶，你已经赶上了，碾碎了所有人。又要改变规则了。被他选了，看他有什么新的，也许有，也许没有，没有。他会玩关灯吗？十八叉，十八叉。瞬移，瞬移是空中。对，空中按一下，然后会哦，天啊，静电反弹，这个瞬移很危险的、啊。反正我不会用，我才不用那个嘞。很难说、哦哎，你等一下搞不好就用了。哎呦喂、哎，撞过去，耶、yeah, ，他死一个，死一个，死一个，被我撞到了。我好悠闲，好悠闲，好悠闲。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你怎么了？绿色的，绿色的是吗？撞过去，他死。哎、欸，咚！哎、欸，他好厉害呀、啊！他摁了一下上。对啊，他跳了一下，刚好跳过静电，速度反应有没有那么快啊？可能瞎鸡巴摁，瞎鸡巴按，瞎鸡巴按也行。瞎鸡巴系列，瞎鸡巴系列，一切都是瞎鸡巴。你过来啊！不小心滑下去了。啊、我摁了两下上，我就啊，糟了糟了糟了，传炸弹！哦，瞬间移动，嗯，可以甩锅。炸弹不在我这边、哦。怎么是我？别过来！怎么是我？怎么是我？别过来！怎么是我？别过来！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蓝色的要爆了，蓝色的要炸了，蓝色的要死了。
绿色的要死了，绿色的给他死，给他死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你过不来的，你过不来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过来了？为什么又是我？啊，欸、啊，行吧，来呀、啊，耶、yeah, ，拜拜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哇啊啊哦，分数有点悬殊哦，嗯，哦，空中这个又要那个了，空中墙。嗯嗯，我在这边瞎、瞎射。来，你们来。我到上面一点。喂，一死一个，我去，危险！哎呦喂，嘣嘣，看是谁赢，看是谁赢。看是谁赢？哎呀，他赢，他赢了，他赢了，他赢了，他的血比我多。没关系，我还是有分数慢慢在加，我还是最后还是很有可能会获胜的。差六分，神之枪这叫多好了呀！分开，不要挤在一起。哦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他干什么？他干什么？那么小一个洞，他自己也下去了。哎，死了一个，又死了一个，太好了。绿色那个啥。轰！哇、哦，没飞过去，我去为什么差一分？为什么差一分？抢帽子，这个我得获胜才行。嗯，这个、帽子来，帽子来 ，so easy 啊 ，so easy！ 哎呦哎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，哎呦喂，帽子没人抢得到了，绿色要获胜了吗？上不去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上我上来了，拜拜！哎、欸，帽子为什么又掉？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拜拜，拜拜！我在抢的。太高了，绿色要抢到了啊！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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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成功了，我获胜了，我获胜了啊！最后没人拿到，耶、yeah, ，还是获胜。哦耶，太强了，不好意思各位。噔噔噔噔噔，我要升级了吗？后面升级好慢啊。对，所以我这个任务又完成一次了，简单。这也没什么啦，升级了没？等级九。等级十了，我升级了，太好了！看会开到什么？九。我升级十，我等级十了。啊，又是这个，我不是已经有了吗？那个恶魔的皮肤。恶魔皮。特殊能力，我什么可以成为一个鬼魂、欸？哎、啊，死亡后变成鬼魂的能力。哦、啊，死亡后可以在那个地图跑。啊，死亡后可以在地图上面跑，是原来是等级十会解锁的呀、嗯。了解。好吧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就先玩到这里吧。感谢大家喽。大家。我们下回见了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